拿三个淘汰有没有希望？哎呦，倒霉蛋儿！倒霉蛋儿被 Z9 连打带补了。老师直接又扫下来一个狼影，让查查几台雪上加霜呀！这边两个人还在打 NV。大神二人组要过来了嘛，要进圈了，直接开车顶过来的，合着能接住吗？直接抓到苏 K 脸上了，苏 K 打残一个，直接换枪立马。拉克火烧到了，很细节，但是被树害的 MG3 制裁，一打二，直接一颗雷，对面没踩，我、哦、踩上了 Z9 被炸了一丝血。同一时间，苏南也出手了，把 ACT 的冰河抬走，直接拿下。韩王不愧是韩王，韩王的大祭三还是立大功啊，单级套确实比较无敌啊。兄弟们，二打二了。